不用走画，你就感觉你就你的手臂就只有这样长，你的手臂只有这样长，底下废了，底下废了。所以你在做的时候，这是用走画圈。那是启动点才做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看啊，是不是？你看这样。所以有不同的练法，因为以前记得老师讲，他就是从肩胛骨还是从那个脊椎起来。对啊，你现在、我用手画圈行吗？啊、可以啊，我用手画圈。啊，是啊，啊。我也可以用手，你看、嗯，我也可以这样画啊，你也可以用肩画啊，我用肩画圈，这样画吧。肩应该最简单的。肩，都会吧。用肩。我用腰画圈，我用腰画圈啊，也行啊。嗯，这瘦肉也行。就跟你讲、啊，每个关节都可以当头，都可以带动，嗯、你都要会、嗯，啊，晓得吗？不能只有一个你习惯的，你习惯的常常是错的，啊啊！所以现在就是用走，现在就是练走，嗯。